上次我家两只猫比赛画画，评论区的大部分人都投了小溪里的作品《花丛里的小白兔》一票，谁知已经三连败的 Coco 却突然 ，Coco， 你这样下去可不行，要不今天你们就按粉丝的要求，以卡通人物为主题，跟小溪米再切磋一次。比赛正式开始，为了让他们打起精神头，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。噔噔噔，看看这是什么？别着急，只要你们好好发挥，今天这包太淘气肉酱就全是你们的。看来两只猫也画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请看作品。小西米画了一幅非常经典的猫和老鼠，而 Coco 画的是一幅非常可爱的蜡笔小新。那么这次你们更喜欢谁的作品呢？大家快来帮他们投票吧。